他的睡前的保养仪式其实首饰比我还多，他真的很爱漂亮，就周末姐姐还会帮他画眼线晒伤妆，他都懂。我就说我们家那个最小的蜗牛一直要偷擦我的保养品，它真的很特别，而且它的睡前的保养仪式其实首饰比我还多。它真的很爱漂亮，我要越大越发现它是我们家最爱漂亮的。周末姐姐还会帮它画眼线，对，就是很好玩。它要画那个叫什么，就鼻子会红红的，那叫什么妆？晒伤妆，它都懂。最近他们是不是刚去游学？我觉得，但现在我可以蛮开心的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次的决定，我跟爸爸做的决定是一个蛮好的经验。对他们两个来讲，16天的两姐妹第一次离开父母去，虽然身边很多的声音说他们太小，但是他们得到了满满的自己照顾自己跟姐妹相亲相爱更紧密的一个互动。在外面的他们其实比我想象的更坚强，然后更懂得保护自己，更会照顾自己。都没有哭？哭，我说前3天哭到我都觉得我是个坏妈妈，我也忍过了。我哭啊，昨天修还在跟我朋友分享说，你知道你那时候有多夸张吗？女儿哭第一天你哭得很惨，哭第二天你就叫你大女儿要飞去马耳他陪妹妹们，老师就说妈妈你千万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女儿来了她也不能参加这个机构的。现在想想也觉得自己蛮幽默的。嘉明说有期待老公什么亲水，你能现在讲出来他的名字也是蛮好的，好期待，谢谢。